要一个原味的。先把油条炸一会。揪出暖乎乎的麻子，赶紧埋了靓女肯定没看见，帅气一刀，看着就很有吸神，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。油条很酥脆，搭配糯叽叽的麻子。小红书，这怎么卖？这个10块钱就4块一个。这什么馅料？这个红豆的、香芋的、芝麻的、花生的、椰丝的、一丝芝麻的，还肉松的。我要一个肉松，一个香芋的。一个肉松，一个香芋哈。嗯。糯叽叽脑袋太矮了，看看这软糯劲。肉松味超级香，拿到手还是热乎的，艾叶的香味包裹芋泥，不会很甜。小红书，听声音这就是我的梦中情饼了，刚炸完再刷酱料多。轮到我就快卖完了，路上偷吃了几块，超级香，酱料有点甜甜的，皮煎得很酥脆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香饼。好，小红书，碳水的快乐这不就来了。鸡柳、鱼豆腐、包菜，碳水太快乐了，好价好价。小红书，椰香味特别浓郁。要多久？10块钱。还是挺大一份的，浅尝一口，椰子味特别浓郁，还可以吃到椰子果肉，真的很不错。小红书，阿姨要个梅菜扣肉，啊，给你做啊。要多久？2分钟。这么大一个，一定要趁热吃才脆，下次要去试试白糖。小红书，好，要个冰粉，有那个汤圆的吗？有啊，哦，我要那个汤圆冰粉。冰镇大西瓜、冰粉、黄金脆皮肠等特色小吃，价格实惠，欢迎购买品尝。有姐妹帮我看看，这是手搓的吗？里面的小料挺多的。
夏天来上一碗冰冰凉凉很。小红书。这样爱三杯茶冰啊。哦，蛮贵好不好？好。这三杯蛮贵的。不会出。他买个一两杯的日干不来搞忘对。有一个蛮贵十个也是十毛。夏天吃冰真的太爽了，芒果味超级浓郁，里面还有芋圆跟鹌鹑蛋，超级好吃。小红书。馋了好久的生煎包，6块钱四个，底部煎得很焦香，咬一口直接爆汁，全身被喷脏了，不过还是很好。小红书。阿姨，我要一个卤肉卷。好，辣椒吗？微辣就行。挺大一个的，咬一口里面的配料都可以吃到，这个卤肉真的很好吃。小红书。来炫车轮饼了，我给更几公斤拿更公斤倒面糊，我给他打点推他给均匀裹上边边，加一大勺芋泥，超级爱香芋的，五点边边，盖上。这个小猪超可爱，跟我之前吃过的不一样，这个皮是脆脆的，芋泥不会很甜，爆浆了，超好。小红书。当然刷点酱，不专业手法打个蛋，烦死了！又来两分，让朋友等他来了，我操！他不是我，我不是专业的，我只给他轰一下，姐姐。我也不知道他吃辣会干嘛了，等一下马上要来了，我还觉得我们换人了，随便乱加点吧，反正我也不懂，就这样玩多啊，快点东的西的，要不要给你们别人要两分，要嘛我一股的够，再不点姜加点罐头啊，还是挺大一个的，里面的配料有啥也看不懂，鸡蛋加鸡柳炫一口还是不错的。小红书。